我们中学时候啊，可能都学过藤野先生这一篇，大家是很熟悉的。他一开头也是先说那些似乎无关要紧的一些事情，是吧？譬如说东京上野樱花时节，是吧？清国留学生油光可见的辫子，还有呢这个会馆中乌烟瘴气的跳舞，是吧？原来作者呢很随便的说到这些东京的这些怪现状，都是他自己发愤要去约仙台的一个原因。接下来呢，就引出了作者要到仙台啊，日本的一个城镇。到了仙台以后呢，和藤野先生初次见面的印象就写出来了。接着呢，又写藤野先生对他的热心的辅导啊等等。而先生的热心和作者所塑造的民族的歧视又成为强烈的对比，很自然又转到了匿名信事件和有电影事件，最后呢才引出自己弃乙从文的决心，以及和先生和藤野先生啊告别的时候那种怀念的心情。就是说这文章就是这样啊，好像漫不经心啊，随意去聊天啊，但是他这个恩师啊田野先生的形象呢就浮现出来了。就我们读的时候呢，就貌似平淡的这种叙述里边不难觉察到作者那种灼热的真挚的感情。总之呢，鲁迅这类文章呢，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议论，都是从容不迫，毫不做作，是吧？仿佛呢是性之所至啊，纵意闲谈，又好像呢在随意的涂抹，不讲究什么技巧。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里是不见技巧的一个高明的技巧，所以说雍容放达，它背后是有追求的，啊，这是一个啊，与雍容这个放达有关系的第二点，就是朝发夕拾啊，充满了一种幽默的情趣，这里是它的第二个特点。过去呢，对这本散文集的评论呢，比较多的注意到讽刺啊，《朝发夕拾》里面确实有讽刺啊，这个讽刺很多，到处都闪耀着批判的一种锋芒。但是我认为前书用的更多的是幽默，几乎每一篇都有些幽默的气质，是吧？我们可以举一篇例子，譬如说有一篇叫《狗、猫、鼠》。这个开头他是抨击那个现代评论派，他的论敌，这个他用这个评论派现代评论派的一些话，什么正人君子之类，来回击正人君子这些评论派，是吧？这个现代评论派还对鲁迅有个人身攻击，说鲁迅是除猫，就是对猫讨厌。那么鲁迅呢，偏偏在文章里面呢就回忆自己小时候是怎么除猫，就讨厌那个猫。这个谈这个事儿的时候，顺便呢就给猫，这个猫啊，你们注意啊，实际上呢就是指正人君子啊，给猫的那种媚态画了张像，就谈自己小时候怎么除猫，顺便画张猫的媚态的像，就是说他不是和论敌是正面的纠缠，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上，用开玩笑的一种形式去回敬这个论敌。那么这种笑呢，就这样辫子啊，给论敌以一种苦辣的粗打，叫论敌挨了打都有苦难言，这就有点幽默的一种力量，是吧？这个在《朝发夕拾》里边呢，幽默的运用呢，经常穿插性的在一些议论中表现出来。譬如说《父亲的病》这一篇里边，揭露这个那个骗子啊，庸医行骗啊，就有这么一段描写啊，说那个庸医啊，骗子啊开的药方啊是怎么呢？有个药引
影子啊，里边就这样写的。最平常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刺刀，就写那个方子开的药方是吧？药研配，即在这本在一科中，就在一个草穴里面。作者呢就插进议论去说，是否昆虫也要贞洁，素弦会再教，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那么从蟋蟀一对引申到对昆虫做药的资格，你看是非常可笑的是吧？但是又联想到，让人联想到封建礼教那一套，也是这样可笑。就上面说的这些幽默是带有一种风这个辛辣的讽刺的，就是说幽默和讽刺在一块使用。这个朝花夕拾啊，还有另外一种幽默，是一种平静善意的幽默，就不一定带讽刺。就是当作者沉醉于他的回忆中的时候，会来怀念他的一些亲友生活中的一些喜剧性的一些特征的时候，这种幽默就出现了。比如说那篇所记啊，结尾呢，作者回顾自己到日本留学，这个去留学之前呢，如何跑去请教一位去过日本的前辈的学长，那么这位老兄呢，又如何非常郑重的介绍说，你去日本呢、啊，要多带一些袜子，中国的袜子，并且要把现钱都换成日本的银元。那么这个鲁迅呢，就遵命做了。你看这个文章里面后来就用这种语言来写，后来呢，后来中国的袜完全不用，一元的银元日本早已经废置不用了，又赔钱换了半元的银元和支票。这件事本来就很幼稚很可笑啊，但作者呢是用一种平静的诙谐的笔调来加以叙述，所以大家读到这里呢都会发出一种善意的这种笑声。这个又好像在阿长与山海经这篇文章里面，大家都知道里面有一个长妈妈啊，就鲁迅的保姆啊，小时候是非常善良可爱的，但是也有一些可笑的缺点。那么这个鲁迅是怎么写他呢？是吧？用一种貌似很严重的那种口气来回忆他，就是说回忆到这个阿长啊，这个睡觉的时候，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胳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的。但自从听了他讲长猫的故事，长猫就是义和团的，对于他就有了特别的敬意啊。夜间伸开手脚占领前场，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倒应该是我退让。你们注意啊，因为他这个怀念啊，对长妈妈的怀念呢、啊，所以这个联想到他的一些缺点都感到那么可笑又亲切，所以这是一种幽默的笔法，能够把那种微妙的感情传达出来啊。所以《朝花夕拾》他的幽默的手法和格调，还有他表现的题材呢，是非常适应的。鲁迅呢，本来他就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作家，他有那种发掘可笑的那种能力，而现在呢，他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梯啊，去回顾、回忆过去的生活，特别是审视那些处在一个荒唐的情境中的那种可爱的童年或者有趣的缺点，他就激起了一种喜剧性的兴奋啊，所以这种幽默感呢，就能够很自然的得到展开。这是第二点，幽默啊，大家阅读的时候可以多加体味。第三，洗练和简单味啊，洗练和简单味，这也是朝花夕拾啊比较显著的一个风格。那么作者呢，在回忆这个民国初期、民国之前吧，30多年的历史，就晚清啊，从家庭到社会，乡镇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时间的跨度是很大的，涉及的生活面呢也是非常广的。但是如果按照一般的回忆录去写呢，头绪很多，篇幅就很大。但是《朝花夕拾》啊，只写了这么10篇，
每一篇就写一两件事儿啊，或者一两个人，就非常生动的把这个历史过程中一些社会的侧面就展现出来了，把自己作者自己的生活的重疾几十年的也这个勾勒出来了。这个招法其实是非常放得开的，我们讲雍容嘛，放大嘛，写起来的思路是非常广阔，但读起来不会觉得琐屑，是吧？反而觉得会很干净，这就叫简单味。为什么会有这样简单味呢？我想，主要一个呢是在典型提炼上下功夫，是吧？这个作者呢介绍这个他一些生活的经历啊，不是采取铺陈的写法，而且选那种印象最深的，是吧？那些感受最深的那些地方，那些细节来写。譬如刚才说到那个《所记》这篇，比较完整的记录作者呢离开绍兴，到这个家乡啊，离开家乡到南京求学，大概有四年的生活。这涉及到当时那个世态人情，包括那个背景啊，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那种批判、那种思考，是吧？这个，但是作者呢，本来这面很广啊，这个作者处理的非常的简练。这个文章，前半篇吧，写一个远太太，如何教小孩吃鞭、打弦子，以及发放流言这两三件事啊，就刻画出了一个四块那种神态啊，代表鲁迅所憎恶的 S 层人的脸，这个带有象征性。这个远太太啊，所以就促使他走异路、逃异地。就逃开那个世态炎凉的那种环境嘛。下半篇呢就写鲁迅呢学洋务的经过，就选起了一些也是很典型很可笑有趣的细节，像那个他学的那个 It is a cat， 就是这是一个猫，加上云考术，就是左传里面那个陈腐简陋的那种课程，这个当时的学的课程都很简陋了。还有呢，学生中螃蟹式的走路的姿态，以及那个游泳池啊，淹死人后请和尚念咒啊等等，都显出那个当时那种洋学堂、雷电学堂，同时呢又是守旧的、乌烟瘴气的那种状态啊。而教研偏偏呢又询问学生，教师水平很低了，还要问学生这个华盛顿是什么东西。还有呢，就鲁迅一有空就吃跨饼、花生米、辣椒、看天烟论等等，都这些情景呢，现在看起来挺琐屑、挺可笑的。事实上，里边呢也让我们了解到西方的新思潮开始进入中国的那种情形。所以，朝发夕拾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回忆的片段连缀起来，是吧？它是跳跃式的，很散漫。但经过提炼，很典型，很生动，是吧？叫人读了以后难以忘却。所以这个选择提炼情节，就造成了这种简练啊、简单味。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写法，多用白描勾勒法。这个白描好像就是传统的水墨画的特点，是吧？抓住特色，三笔两笔就把神态勾勒出来。在那个怀人怀旧的那些篇章里边呢，白描的这种手法用的更多一些。譬如说大家记得有一篇叫范爱农，回忆鲁迅的一个以前的一些认识的一个老乡，在开头写那个同乡会啊，讨论在日本的时候要不要为席锡林被刺的事件发电报。当时那个日本留学生听到那个中国祖国里边浙江啊有发生了一个席锡林被刺的一个事件，那么鲁迅呢就发言了，这个话音未落，这时候就说，既有一种顿滞的声音跟着起来，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也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给人印象非常深。另外这个鲁迅写这个人的外貌特征呢，
这是一个高大的身材，长头发，眼球白，白多黑少，眼球啊白多黑少，大家想想，看人总像在描视，那么就是那么几笔，把这个范爱玲那种愤世嫉俗、耿直的那种个性就表现出来，就类似这样的白描，是吧？这种书法呢，在《朝发夕拾》里边呢，用的是很多的，这也是造成这个文章比较简单味、比较洗练的一个原因啊。这个，所以啊，我们还可以举一些这个例子来说了，像《田野声声》啊，里边写到作者在烟台学医的时候受到匿名性的攻击，是吧？他这个其中呢就有这么一段话：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的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啊，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影几片时事的片子，就放几个电影，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课堂里还有个我。你看在写这个回忆啊，没有什么激烈的言辞，是吧？用的都是非常简单的，连语气都是很平缓一些语气啊，但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会感觉到作者那种情感的潜流，就作为一个弱国子民所受到的刺激，对民族受歧视的那种愤慨，是吧？对中国人麻木状态的精神状态感到的沉痛，所以我读的时候呢，这是一种震撼性啊。所以《朝发夕拾》总的它要造成一种简单味，耐读，但不是一览无遗。读这样的作品呢，就像欣赏那个线条非常清晰的那个素描或者水墨画，琢磨不多，余韵曲包，所以我们不能不佩服这种洗练的功力啊。这个《朝发夕拾》我们讲了，这个要从三个方面来去鉴赏，来去理解他的审美的特点，包括他的这个幽默，他的简单味啊。